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鸡腿。前天我推出纽特教授流之后，很多人问我没有金探子怎么办？现在打决斗是不是一定要有金探子？其实没有一定要。这部影片我要教的牌组哈利螃蟹自闭特化版，就是完全不需要金探子的。不过影片开始前，我必须要说，这个套路很强，但是真的很无聊。我建议大家去打公平模式，拿个传说卡就好。当然也可以爬天梯，不过很容易被人讨厌就是了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按赞，还有订阅。首先牌组方面直接照抄就可以了。我会讲解卡片的功能性，还有如何使用。回响方面使用的是哈利，哈利的效果是费用低于3的咒语卡，伤害增加 50%。 这个 50% 也包含补血，所以随行现影跟白仙翼也有加成。这套牌组的核心是凤凰，也是唯一的传说卡。凤凰会消耗自己的血量来帮队友范围补血，而且被击倒后他还可以自动复活三次。那凤凰要被打倒三次才会回到牌组里面，所以也不用担心会有卡手牌的问题。使用时机的话，要先确保伙伴安全之后再放。第二张生物卡是火螃蟹，火螃蟹在这次改版强化之后变成一个小卡姐的概念，高血量会范围攻击，而且火螃蟹自闭的时候受到伤害会降低 60%， 可对空可对地。使用时机的话，一样是先确保伙伴的安全之后再放。如果对方是无生物流派，那就完全不用放。接下来咒语卡最重要的部分是随行现影术，因为目前福利熊生物流很多人玩，导致不少人都会带烟火、水牢或是咆哮性来大范围接场。使用时机的话非常重要，开局没有这张卡就不要轻易召唤伙伴，否则高几率白给。如果遇到水牢跟咆哮性都算比较好解，因为两者都有比较久的反应时间。要特别注意充气咒加烟火的 combo， 这方面必须要多练多玩才比较容易应对。拳拳破心护拥有超高血量的范围护盾，能抵挡大部分的单体咒语，不过会被轰轰破炸出范围。使用时机就是有危险就放，尤其是敌方有烟火的时候，可以增加反应时间，很重要。白仙翼只需要3点费用就可以做到范围持续补血，而且搭配哈利的加成奶量很可观，使用时机只要有扣血就可以考虑使用，尤其是拖到后期双方大扣血的时候是维持血量的重要关键。冲冲攻二费的超高伤害技能可以直接秒杀时光器跟彩鸣鸟，使用时机卡手牌的时候可以单丢绿牌，如果敌人靠近也可以丢出来帮助清场。轰轰破二费的范围伤害威力不俗，而且有击退效果。使用时机如果阵容巩固好之后，就可以用这招去骚扰对手，达到血量上的优势。最后一张是符咒倒转，效果就是复制上一张使用的咒语卡，费用会多一，而且等级是跟符咒倒转相同。使用时机的话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交给实战影片来处理。伙伴卡的部分，我第一张带的是落地，落地一入场就会拿到一点魔力，随后会消耗血量来给予魔力。搭配补血牌可以达到永动机的效果，使用时机的话越早放越好，成功保护住它，基本上这场就稳赢了。第二张是卡山，卡山的防守能力非常的好，搭配火螃蟹根本天衣无缝，使用时机一样是越早召唤越好。最后一张则是丹尼尔，丹尼尔出场时会立刻帮队友范围补血，随后消耗血量给予单体治疗，但是不会补自己。使用时机建议等系统扣血之后再召唤，以达到最大拖延效果。那介绍完牌组之后，伙伴方面1跟2是可以互换的，就看自己的使用流畅度。接下来就进入实战影片环节吧。Essence of Bitterness.
那我这边补充一下随行现影的使用方法，首先是咆哮性的实战应对方式。那有看到吗？他放咆哮性的时候会有个读条，那这个读条是两秒后才会到达这个目的地。那我们这边会有两秒的时间去做应对，这时候就可以用随行现影术移动到上方或是下方。基本上对手一定丢你的所在位置，因为咆哮性不会移动，所以移动到上方或下方就能躲避，除非对手预判。不过这是四费的赌注，正常人应该不会尝试才对。接下来是充气咒的应对方式。充气咒在使用的时候会有这个施法动作，那命中前只要成功使出随行现影，那命中后一样会移动位置。这个部分需要多练，如果成功的话会让对方浪费10点的魔力，非常巨大。这部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上分。我是基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咯。